哎呀，打工三年终于回家了。这何有理说来接我，怎么还不来呢？哎，肯定又在家睡大觉呢，还是那个猪样。哎呀，可别睡觉了，何有理，给我开门！哎呀，何有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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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谁呀？你在我们家门口鬼鬼祟祟的？哎，你家，这是我家。哼，真是笑话！那大中午的在我们家门口叽叽喳喳的，你窗外干嘛去呀你？你家，我这两年不在家，我家变成你家了呗。我跟你说明白，把这屋里男人叫出来，我跟他说。何有理，昨晚累着了，睡觉呢。哎呦，好啊你，你俩是真不要脸啊，都不背人了。昨晚累着了，那是我老公啊。哎呦我去，那是你老公，那明明是我老公，还是你老公。哼，哎，你这老娘，你看不撕烂你的嘴。我媳妇儿说今天会回来呀，我这等了一上午了，还不见声音，去哪儿了呀这？嗯，马虎子家门口有两个女人在打架，我了个去，这两家伙挺猛啊，下手挺狠啊，哎呦，哎，再打就出事了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对，干嘛的呀？你们打架挺狠呀，下手的时候，喂，不要扯头发了，哎。我知道的，你们女人打架呀，无非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钱，第二个原因肯定是因为男人，是不是？这勾引我家老爷们，谁勾引家老爷们？行了，头发扯掉了，哎。来了，这把我喊一二三，你们两个同时放开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松开。哎呀，媳妇儿何有理，好啊你，我俩不打架你还不出来了是不？你跟我说他是谁？好啊你，我三年不在家，你整个女人啊在家过上了啊，都不背人了，真不要脸。媳妇儿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说呀，他是马虎子的媳妇儿，马虎子知道吧？何有理啊，他是你媳妇儿啊？对呀，这就是我家的，你嫂子。妈呀，弟妹呀，这马虎子啥时候娶的媳妇儿？他那么丑？不是，他们什么丑？他就昨天刚结的婚，昨天我们还去闹洞房了呢，昨天结的婚。弟妹呀。看咱们这也是不打不相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弟妹，走，赶紧吧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说跟咱俩大门长一样呢，你缺心眼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妈呀，这打三年工打傻了吧，连自己家门找不着了，这最起码薅了我有2000根头发吧，不行，这啥时候才能长出来，我找算账去。哎呀，算账。